高级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耶、yeah, ！我今天要去保养。请问领导？哇，好大声哦！我三脚架也换了 ，VR 枪也换了 ，BNG 也换了，嗯，竟然会这样，后面呢？之前一开始是这里，现在好像这边都有了，很明显。我就想说，到底还什么东西没有换到？检查声音也是啦，还有另外一个时间也到了，顺便看各位保养。对啊，这次换人保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换我保养吗？其实假设你今天都我做的，这边有缺点他都不讲，因为他可能他自己弄坏还是怎样，他没讲。换人就不一样，人家换个角度讲，哎，这个太阳不用哇，嗯，对，交叉比对嘛。所以今天要去哪、啊？今天我们要去找老朋友阿吉，我去了说啊，你这下面修理啊，好了嘛，怎样嘛，最早吼是怎样？等一下啊，你的车没在开，为什么会坏掉？哎、欸，就是这么神奇。怀疑他在给他偷拔，我才没有了，我谁知道你车停在哪、啊？不是重点来了，真的也是有开的，不能说没在开，也有开，可是也开的不多啊，跟你比起来算少很多了。因为你一天到晚说你要换车，说他不爽，对我要跟他，我安抚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想把你卖掉，对我想换一台分忧你的行驶里程数，嘿，分忧你的里程数这样而已。对对对对，真你乖乖，你换车里程数17118嘞。对，你看我的已经超过你。欸、我记得我那时候买好像100,000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欸、我也好歹开两年，开1万7了。不过你都开长途了。对了，我开的是宜兰最多嘛。对了，好了，要乖哦。好了，没有没有要把你处理掉，不用紧张，不要担心。对啊，不要一直坏了。对啊。你看我的桌布都是你耶。你是在跟车讲？哦，吓死我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好，去阿吉那。对，先过去。而且阿伯这超前，这超前，这边都来了，都来了，直接我都 Q。不要再做了。连发票都给你。这个，这个发票可能加油都不够，还给我这个。哎，我比他家多了，你看。现在都是粉红色的。我只做粉红色啊。我自己做的，以为是红色。因为我每天做十八路，二十八路 SPI 是粉红色，对，所以所有的东西全部做粉红。这个你装你又看不到、哦。对啊，加水箱水的时候看得到一根。看不到啊，也是银色的、哦。看不到，只有银色会在外面。对啊，哦、你平常都是要翻起来给人家看啊。你看起来翻起来不好吗？只有翻车的时候才看得到。你不要这样子。那科解释一下装这个要干嘛？哦，装这个干嘛？放下来。对，这是已经是在就装在这个这样，应该装这样装进去。这装了之后啊，其实就是比较简单来讲，就是车身会比较强化。你看嘛，这样看的两个龟座嘛，一个像摸字形而已。可是你如果锁上去的是一个类似像正方形，它结构就比较强。啊，这是下拉，下拉是锁在引擎下面的。哦，而且后边这个呢，后面的，这是后面的。等一下，请给你就装啊！都来了，为什么不装呢？不装啊！都来了，为什么不装？我缺干爹。装啊，装一装啊！你需要干爹吗？对啊，这是我们会计妹妹的车，科P顺便要做她宾士的保养、啊。这是车工他们自己做的品牌吧？有没有 ？JK 啊？访、问一下，你这样花多少钱？这三只可能应该不会破万吧？还有赚钱吗？不炸钱就干了，干了带感官弄弄我啊！我今天我来保养，我自己有带钱，我带钱啊，我真的有带钱。那么几台车哈，就阿呆啊，我谢谢有照啊，干我无尽的照影。好了，开始要动工了。反正这个它比较麻烦，但是我刚看一下，这个要拆耶，这個、要拆起来。哪一个这一块、啊？对啊，哎，这边还有个铁的啊，这个铁是那个水会进来的哇、嗯，这个是。后壁板那里，它那个水槽啊，那个像水垢一样要拆开。加大还装的啊？他太喜欢这个、喔。他的车就粉红色。他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跳选粉红色哦、喔。他跳选是粉红色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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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 BBQ 了。一样没感觉，装上按你平常都要打开给人家看，那为什么要装？就
路那个交流道的时候会很晃，那就不要下交流道就好了。那我为什么要买车？我骑摩托车就好了。真的在换交流道或上下交流道的时候，真的侧倾很严重。所以装了这个会就不会侧倾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下你试了再跟我们说。没问题。没有，看这只，我觉得这只最有感觉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原本是这样一只这样拉而已，对吧？这个是水箱架，拉到这个咱讲的牛搭，好，都是公司量。你看原本是这样一只，现在再多了这两根这样过来吧，啊，像紧致型一样，所以这个整个结构更扎实啊，是吧？没办法，我们今天装一二三个而已，对吧？好，下次来再把这个都补齐之后，再换这个，再换这个，这个慢慢来。Giant Lee， 风化感应是高压清洗机，售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化买了不怕贵算盘。车底盘有声音，哪一边？两边都有了。前面两边都有。对啊，本来好像这一边，好像起火。好，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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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该换拢换嘞，啊，是东西收收的了。他说我那一根好长哦，哈，我那一根怎么那么长？你不是知道啊？平常不会拿出来给他看啊，我那个是过滤的啊，有没有？这样啊？所以你换是有那个就要换掉？没有，我不晓得啊，反正就换而已，不需要当初的情况啊。哎，我胆胆嘞！啊，哎呦，这胆的，那胆盖。没有，之前泡下老油啊，我可以换啊，你啊。有模式。可是为什么会有底盘会有声音呢？哎，有肉吗？没有啊，避震器也是新的啊。你搞外后边 LP 一起干呢？哇哇，内底无油啊，睡眠啦。哦，好干哦。啊，内底无油，所以是大碍嘛。不孕症，不孕症，看不出来啊。没怎样啊，这个挖鬼啊，这挖鬼啊。避震器里面油怎么那么多？避震器的油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那个。卡之前那个传动轴啊，油垢哦，那个传动轴破掉啊，你没给他，全部都喷到这里。但我传动轴呢，都换过了哎，你想得到我该换都差不多换了。这边就很干净。阿哥，你这个就都换掉了？没有啊，这个在啊。我说那个滤芯，对对对，滤芯都换掉，那个是纸的，拽。嗯，这个应该就这个对吧？来，我搞你讲，我两两，我两两嘞，哈。哟，哦，今天熬油啦，吃一点肉一点都很合理的。为什么？老车啦，一干嘛？像刚刚比较新的车，2019年、2020年的吃机油，我就没办法接受。哦，直接采光了，来直接采光了。这是我特调了那个什么柠檬红茶。对。如果有纸啊，也车完了嘞，很快哎，就最大哎，对啊，咕噜咕噜咕噜，一罐就，你看，有纸在这边喽。哎，那不容易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拉过哎，第一次拉的，确定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也惊啊？啊，做这个不是有纸，不然那个在干嘛的？电子有纸啊，看一下我的是有温度，哎，没有有纸啊。啊、那你要问他那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又来第二壶了。第二壶。我以为这个有纸、欸，啊，不然插这个干嘛？你问他了，我怎么晓得？你给我几张摘下来？我真的不知道、啊。我也没有去注意，上次也没去抽过啊。你问他。哎、欸，这是有纸吗？可是看起来应该有油脂的，我就花他几句给我干净掉。就是你的车吗？还是我的？我不知道。我开两年了。这样算干净吗？干净哦。只是这边边有油渍，他去洗一下。算干净了哦。嗯。因为没在开啊。可是也还是时间到了要保养了。都是忘记保养，不是这样。有时候没时间，一直放着。哎、欸，所以它是两边都有。对啊。哦。
我没有想到你的滤芯是两边，我是我的好像只有一个，我两个鼻孔在吸啊，这边这边一孔，这边一孔啊，对，这里一个洞，对啊，一个洞。不知道、啊、那说明怎么样吧，还在看，哇好厉害，来我进来，这门我啊快两节的往下你看啊，不要我知道他说你弄我快，哎呀手头快起来，三个鞋还回镜头啊，三脚架的和尚头嘛，和尚头，三脚架我才换换没多久哎、欸，阿基波说完，不怕对吧？很精细，干为什么？这个细呢嘞？那边吗？那边没有，那边没有啊。哇，我你要正确给你看，我刚刚看到了，他在晃了，对吧？就没有，没有，它是整个结构在动，哎、欸，很严重哎、欸，你看。真的很轻就动了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哇，啊 ，Oh no！ 好了，至少知道问题在哪。拍下来看看。医生讲有救啦，好，所以等下看一趟。哪嘞？变成这样换嘛，三电话给换嘛，你要怎样换？看都不存什么骨头啊，对，靠。有锁紧，坏的。阿你再等好看好不好？我去找保固，不行就再来。不行就再换一组啊。再换一组。啊、我们要走。好了，今天绑好了啊！我开那么久才知道我的车竟然没有油池可以拉嘞。那是油池吗？对啊，没有可以拉啊。对啊，好像最少要加七瓶啊，七罐机油啊，还有什么？我的空气芯还蛮干净的，真的没怎么再开。对啊，啊底盘留异音啊，刚刚阿喜这边查了一下，好像是三脚架坏掉，三脚架的和尚头坏掉。一开始我也坏那个和尚头，这个又坏了，回去看有没有支付保护，对啊，再去跟他凹一支好了。顺便教大家，底盘为什么要拉？像我的刚有看嘛，其实原本就是有一个强化，但是你可以再拉会更强，这一定的。像 C 而且 R 嘛，有没有？它装了引擎式拉杆，下面的十字紧，啊后面又多了一个拉杆，我觉得还是有差啦。因为这样讲啊，反正不管怎样，多连杆就是比较强嘛。他说上下加油道会晃嘛，装了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的。可是我觉得差异性没有很大，因为变速器还算软，变速器改的应该就更明显的啦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好。我的车啊，继续喷钱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正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要加油。对啊，加油。要加几罐呢？欸、对了，你知道男人啊、嗯，总是要买一台费油的车，就是像你一样耗油车、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车子三不时都会告诉你要加油，要加油。好、哦，啊，了解我，好、哦、啊，了解，嘿嘿嘿嘿，那所以就是耗油是没关系。那我车子对我很好哎、欸，对啊，每天三不五时都就加油，每个礼拜都要加油，叫我加一次油，哎、哦，还过两次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有，这礼拜已经要两次，两、啊、次了啊，你看多好啊。他知道我最近不顺，所以他一直叫我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对，所以买个费油的车，原因就是这样哦，对，谢谢大师开示，没错没错啊，谢谢。